接下来有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立颁发年度观众喜爱演员，有请。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观众喜爱演员荣誉的是黄晓明、张凌心、蒋欣、李健、黄晓明将数十年从业经历沉淀成演技，是多面特工方家树、沉稳暖男顾许，他用实践证明唯有真诚永不过时。蒋欣，无论是特定年代的谍影重重，还是平凡生活里的酸甜苦辣，他共情故事，演活人物。李健，他内敛低调，用厚积薄发的演技成就了一个个平凡却不普通的角色，走进了观众的心里。张凌心，他率真又坚毅，用一颗敏感的心将每一个人物角色都演出了丰富的层次感。祝贺你们，谢谢